Vis，Yes， 大家好，我系 Hesitation is Defeat， 犹豫最败笔。今日会教大家一个咧超级简单，唔需要任何战斗一咧都可以做到嘅 EXP 拆法啦。零难度嘅情况底下咧，大概半个钟头就25万 EXP， 平均咧每15秒左右咧就2000 EXP 噶啦。首先系位置啦，呢一度系开始的地方，然后咧我哋去右上角嘅玛利卡第三教堂，再去到地图显示嘅呢一个位置。或者大家可以看我走一次啦。呢一度有一个传送门嘅，我就会传送去到盖利德右上角嘅区域噶啦。有兴趣咧，可以打开埋对门，入边有个 NPC 同埋赐福嘅。而我哋嘅目标咧，就是去到这个的雷恩魔法师塔，中途是会经过法务大桥的，具体走法就可以跟我行一次啦。有需要的话就自行加快速度啦。建议新手的话可以在朝头早到行，如果不是中途是会遇上一只小 boss 的。去到目的地之后咧，就非常之简单啦。向下面走，然后就会出现一个落石嘅魔法陷阱，就好似我一样，轻轻咁样扭过去咧就 OK 啦。每次可以攞到大概2000嘅 EXP， 然后咧我哋就即刻传送翻去雷恩魔法师塔嘅赐福，再次重复呢个步骤，咁因应翻你嘅 loading time 啦。咁我用 PS5 咧，大概15秒就可以拆到2000 EXP 啦。而且最紧要嘅系唔需要任何嘅战斗。新手亦都可以轻松做得到呢个方法咧，除咗速度快之外咧，最重要当然系佢难度低啦。喺拆嘅同时，你可以 multitasking 做其他嘢，冇咁闷啊嘛。咁例如睇下《犹豫最败笔》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不过啦，都建议大家喺情非得已嘅时候先拆 EXP 啦，尽量唔好用 level 去剪下啲 boss， 咁先系混喺游戏其中一大乐趣嚟嘅。咁希望各位褪色者顺利攞到艾尔登法环啦。如果呢条片帮到你的话咧，麻烦想用2秒钟嘅时间帮手订阅，记得订阅系唔使钱噶，亦都麻烦你帮手揿个 like 同埋 share， 亦都欢迎随时留言交流心得，记得揿埋个啷啷睇更加多 Elden Ring 嘅片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，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多谢啦。